前面看到了吧？那就是我们要考核的地方。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李牧典故的考核环节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诸侯并立，各自称王。赵国的地理位置靠北，北临匈奴。赵孝成王时，匈奴一直侵扰，于是李牧被派去镇守雁门郡。 每当匈奴前来骚扰的时候，李牧便下令士兵立即收拾物资，退入城堡固守。然而时间一长，这匈奴就以为这个李牧怯战，根本不把他放心上了。实际上，李牧早已经定下了诱敌深入，设伏包迁的计谋。李牧让百姓漫山遍野去放牧牲畜，匈奴兵轻敌，大举入侵赵国。于是李牧怎么样？ 将十万匈奴全歼，哇！将十万匈奴，所以刘邦的这个白登之围，因为轻敌分辨不出真假，而落入敌人的天罗地网了。而李牧呢，恰恰相反了，对不对？让敌人进入了自己的天罗地网，所以这个不网和解围本来就有如矛与盾，需要点耐心才能赢得胜利。所以，为父制定了模拟的这个考核。 就叫布网和解围。布网将绳子的一头系在立柱上，以任意路径杂乱缠绕，经过四座木架，形成网阵。解围，每位专员手持绳子的另一端，反向解开网阵，回到原点。本轮游戏由四郎、五郎、六郎布网，大郎、二郎、三郎解围。最快解围者获得京都念慈庵令牌一枚。 我们四五六郎要给他们布了，给他们五花大绑。好啊，我们就好好布啊，我会好好布的。<笑>你们把人性的恶毒全都体现出来啊！最恶毒的我来了。迪<笑>哥，你要不要先跟我拥抱一下？来来来，我们两个进行一个华尔兹。 你是我的好朋友。沈南，你能去个别的店吗？我呀，我一关就让蒙的。 你们发现白色没有离开过那根那个垛子，你们看周深，你们看周深，周深，你没必要吧？<笑>这我哪过得去啊？哎呦，<笑>谁都不要选到周深那条线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一想到要残害自家兄弟，就可开心了呢。 周深，你真拼了！我跟你讲，周深，有必要吗？周深，干嘛啊你？周深跟沈南穿得过的地儿，我不见得穿得过。说实话，我也是。对啊，真的是。<笑>你们选我的比较好，我这个其实还简单，你们选红色好。来吧，这样来，石头剪刀布啊。 谁先胜谁先选，好吧？好，嗯，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耶！叶哥先选红白蓝，蓝是肯定不能选了。<笑>选杨迪刚才那是什么颜色的？红色。 手剪刀，手剪刀，不，我那个稍微简单一点，那我选白的吧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想看到你周深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加油，小白！加油，小白！
看我们的小天能不能翻过最下的那一座。这怎么过得去？过不去吧。哎呀哎呀，太长了腿。完了，他过去了。谁拿到蓝色谁真的是倒大霉。是人性的泯灭还是良知的丧失？周深，我恨你。我绕的其实并不难，我绕的其实并不难。你再说你绕的不难。我跟你讲，你已经输了，蓝色。蓝色，你别挣扎了。你选到蓝色就是输了。沈南，沈南，你怎么样？天给我绕的那个。沈南，你是真的烦，我跟你说。真的。红色，你慢慢来，给他们点时间。给他们点时间。二郎三郎啊，天哥，我说实话，我钻那个都费劲，你知道吗？我弄死你！小心头 ，Justin。Justin 加油！这怎么钻？我过不去。我过不去。哎，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过去的。小天，你先过头呢试试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Justin， 我们机会来了，他卡住了。我过不去。史蒂，可以的，使啥劲啊？你说一说小腹。我没有小腹。哦 ，Justin， 你快赢了。哎，蓝色要没了。Justin， 你快赢了。蓝色，红色加油啊！蓝色要赢了。啊！红色怎么回事 ？Justin， 我没想到，大意了，红色大意了。Justin 加油 ！Justin 加油！我的儿郎们加油！就最后一下了，他绕上了，他绕上了。加油！就尾巴了，尾巴了，尾巴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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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完没完没完！完了完了！没有绕上的，绕上两根是绕上的，我们两个。谁先到？谁先完全解开 ？Justin， 快快快！绕上了吗？绕上了，绕上了。喝百年念餐，走千年长城路，百年传承京都念餐。我的儿郎们加油！绕上了吗？绕上了，绕上了。Justin， 白色赢了，白色赢了，白色赢了，白色的赢了，白色的赢了。你们俩太大意了，真的。你们俩自己在最后。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能赢。你刚开始为啥要绕成这样走？刚才的解围千钧一发，三个儿郎其实前面真是各有一拼，对，每个人都很拼，身手敏捷，但是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啊？大，没想到，真没想到。对呀，为父也没有想到啊。所以我要告诫年轻的儿郎，越到最后的时候，切也不可麻痹大意。副帅，副帅，在您赏赐我之后，我想看一下武帝如何通过那个洞。武帝如果能过去，我愿把令牌原封不动交还给武帝。好。那我要过去，那块令牌就归我，是不是？来，刚刚那个洞，你来来来来 ，OK， 哦，来，在没有帮助的情况啊，自己来啊。哎呦！
哎呀！走啥不走啥，是主意自己拿。哎，不是这条啊，就这条。他其实能过，他刚刚在那表演给你，他故意的，你看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对，他就想骗你这块牌儿。谢哥，只能说谢哥。洪家兄弟内竟然如此阴险，傅帅，你看看，这像您的儿子吗？这要求也是你提出的。对啊，你提出来的。三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信过度，自我膨胀。其实你能过去，你赌吗？赌不赌？我不赌，赌不赌？赌。来，一起见证。来，不是，哎。哎，不用脱，脱衣服了。你没说。阮经天拼了。你侧着过，侧身走，你过得去，你过得去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过了，过了，过了。拿，给我，给我。拿，牌给我拿过来。怎么回事？你刚才演的也太像了，不是？给我。来，拿去赢哈，谢谢五弟，我这样哐哐哐的，太晚了亮了。围网和结网，真是应了那句话，兵不厌诈，切意不可轻敌，也不可以麻痹。那走吧，那现在我们开始下一个。好好